想知道，就是你这么有风险的一项工作，你家人怎么看啊？我家里人他们是不知道的。其实我刚开始来的时候，我父母，尤其我母亲还真是不怎么支持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挺好的，我说我们这个海上这个环境也不错，吃的也挺好，有时候我们这个上下班还坐直升机。嗯，哎，他一听，是吗？那照你这说还真不错，是吧？啊，那就干着。我说也放心吧，就这样将信将疑吧。结果2014年的时候，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新春走基层栏目，就把我给这个暴露了。我爸妈这个还召集亲朋好友，哎，那个楚建勇上电视了，哎，咱今天几点几点看哪个台啊？可高兴了，因为以前在家调皮捣蛋是吧？还没想到上班还出息了，还上电视了，哎，刚开始还挺好，没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画面啊。结果越看越不得劲了，就是这个就看到这些场面了之后，我爸就一边抽烟去了，就不看了。我妈就慢慢就牵着我手了，刚开始还在那坐着看呢，一会儿，哎，怎么手牵上了？然后就说，这就是你说挺好，再不别干了。我说阿姨呀，我说那个都是为了宣传需要，没有那么危险的。然后你看我挺好的嘛，对吧？我还哪哪也没少，还长胖了，对吧？你就好在呢，就是说真的，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，我们还真的是安全的。我想应该是可以放心的。像你这个工作，我觉得一年得有多少天在海上？可能平均也个260-270天。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单纯是就是你不能跟家人相守在一起，可能联系都是个问题。对，这个海上它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现场啊是找信号，就拿手机，哎，有信号了啊，这个大家都来了。有时候就能打个电话就喂啊啊喂啊根儿啊拉倒吧啊，但是能打电话起码能听到，是吧？姐也知道没问题，也都挺好。等到你爱人了解了你做这行的这些风险之后，你是怎么说服他的继续留在这行业里？再骗他呗。哎，其实吧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工作我们就是说，作为一个丈夫也好，作为一个父亲也好，肯定是不称职的。我跟他讲吧，我说，哎呀，咱现在年轻的时候再辛苦一点，是吧？把这个工作做一做，这个等到退休的时候，我保证把以前欠你的给你还下。准备怎么还呢？那怎么还？他最大一个心愿是什么呢？有个带院的房子。嗯。我说等我退休了，我说咱俩找个有水的地方，咱盖个小院，因为他喜欢画画嘛。我说给你弄一间画室，对吧？陪着你，伺候你，行不行？行吧。其实啊，这女人就是因为爱你，所以你说的这些不着边际的，到底能不能实现的话，她都当了真了。是，说真心话，我妻子是一个普通人，但是她真的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特别特别不一般的这种，理解这种毅力。我的手机这个联系人，我的微信联系人上面他的名字就是超人。为什么叫超人？我现在是两个孩子，大的9岁，小的3岁，就是都是操心的这个时候，关键他还要工作，还要照顾老人。有时候睡觉啊，不吃药，不吃止痛药，他睡不着。是累的，浑身疼是吗？对。你说真的是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是感觉的，自责吧。但是我想，他是理解我，还是支持我的，这是真的。哎呀，什么叫爱着你的爱？就是你，因为你愿意做那件事情，所以他觉得我爱你，所以我就支持你去做你要做的那件事情。对。然后理解你。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觉得你身处的这个时代给你带来了什么？我想的最多的，像我们40年前的时候，我们的海油蛙人那个时候就是艰难起步，一穷二白，但是我们不甘落后，我们用1年多的时间，我们就掌握了很多世界海洋工程潜水领域，有了我们中国蛙人的身影。在这个这么大好的时代，我们要去
对标国际这种先进，我们要去大踏步再往前走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。我相信随着国家的发展，我们的海域蛙人，我们的这个职业一定会在世界这个潜水职业圈里面有一席之地。截至目前，楚金勇和他的团队配合海洋石油工程船完成3600公里海管铺设、80条海底石油天然气管线、近300套海管法兰对接和750公里海底电缆挖沟，工程合格率达100%，完成了45个海洋工程围抢修项目，累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超过6.5亿。我叫王志宝，我从事工程潜水10年了。我叫曹春强，从事工程潜水20年。我叫王新庆，从事工程潜水30年。海洋蛙人为海洋石油保驾护航。今天在台上的是水下铁人，应该说再冰冷的海水，再汹涌的海浪，也没有办法去阻挡他们的勇气了。所以我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技术能够更快一些、更好一些的进步，减少你们的工作负担，也让你们更平安。在我们万家灯火、岁月静好的时候，真的有很多我们根本都没有想过的行业，比如我们今天说的海游蛙人，他们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感谢你们的勇敢，感谢你们的执着，也祝福你们平安。我最后特别想说哈，因为我挺有感触，真的就是再冰冷的海水、再危险的险情都没有阻断楚金勇的那份勇气、热爱这份工作的那份决心。但是说到妻子的时候、说到家人的时候，他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了，能看出来内心他对家人的愧疚，但是为了这份事业他一直执着地在往前走。所以我也想说感谢你们的付出，同时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些付出的人，他们身后的那些人为了支持他们所做出的那些努力和奉献。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的人，谢谢。感谢收看这一期的美好时代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